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3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地球崛起》系的 Voyager Class 的冲锋这款玩具呢，在台湾，我得到的最新的情报呢，是所有的这种外围店家，也都是通常在网拍上做贩售的这些店家呢，都是被砍单的状态好像这些货呢，都会主要会流到玩具反斗城去。那我自己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在玩具反斗城去购入的。那非常巧的是呢，我在玩具反斗城呢，一口气呢看到了这个家伙，一口气放了8只在架上。然后呢，同样的一个黑色的 Deluxe Class 那一款浪客的，还是叫游民啊，那一款的话呢，也有8只在这个架上。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门的配一个专箱啊，只是这个专箱呢，似乎是反斗城特有啊。那在其他像是其他的这些像玩具一哥啊这些的话呢，好像都只能分到2只，他不知道是不是普通配箱啊。Anyway， 虽然反斗城它一下子呢量铺的非常多，但实际上你现在买到还是不容易啊。在网拍上呢，这一款目前最便宜的价格呢是1500块钱台币，最便宜啊。那反斗城的原价是1299，那我的话呢算是运气还行吧啊，那就是买到了这款冲锋。那这个的话呢算是OK， 反正货少嘛，我们就把它给买了。那这一款的话呢，是之前的话因为已经有跟大家做过这个西克小队的模具，以及它的一个挽歌还有喷气机也都给大家做过了啊。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水口呢处理并不好，以及呢在这个玩具的上面呢，这一块部件跟这个本体的这个地方，它是没有一个正确没有一个标准的卡扣啊，它是靠着前方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凸是吧，做一个结合啊，基本上呢结合的力度呢我觉得是稍嫌有点不太够。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感觉有那么点松，没有办法去扣紧。当然你平时这样拿着是没有问题，你这样甩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甩的这个稍微用力一点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翘起来了，戳一戳就翘起来了啊，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它的这个螺旋桨的部分呢是有一个金属色的涂装，但是呢并不能够真的转动。狂派的标志呢虽然有啊，但是呢略小啊，这样看有时候还不是非常的明显。橘色的一个这个驾驶舱的部分，那汤口啊这个部分啊都还是难免有了啊，包括这个地方也是有，但是美版的海之宝玩具的话呢大家又见怪不怪了。那么呢我们就这个玩具大小尺寸的话呢还是挺大的、哦、应该是绝对是有一个 Voyager Class 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大小了、啊、那这个是用经典模具去做放大啊，所以是一个巨经典的模具对吧。那它跟相较于呢，我们先把其他呢现在给大家做过了这个另外的碗哥跟喷气机，我们先做个简单的一个个别的展示。首先我要说Seek 小队的话呢Starscream、Thundercracker 跟 Skywarp 那三个玩具的话呢，我认为他们的收藏价值呢可能是人物比较经典了啊。但是如果你单纯只看造型模具的话呢，我会个人认为三尖头部队呢一定都比 Seek 小队要来的值得珍藏。为什么？ Seek 小队是载具是完全一样，但是呢三尖头部队的话呢造型都是不一样的，虽然变形都一样，但是至少在载具上面的话可以给我们更多样化的一个展示，不会那么坑啦、哦、讲直白点就是这样了。那这一次的冲锋呢是三个载具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做的最好的一个。为什么呢？这个模具的话呢它是没有起落架的，你看到没有，而挽歌也好喷气机也好，他们的重心呢都在后面，尤其是挽歌非常的严重，你看它的一个后面这个水平的这个侧翼的话飞得这么的巨大，导致于说它的这个你看了它基本上是往后倒。那喷气机的话呢也是一样，稍微碰一下你看它还是往后翘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冲锋呢它的一个翅膀分配位置呢正好是比较偏中间，所以它的一个基本上它是一个稳定度是最高的，所以放在桌上的一个展示度来讲它会是三个里头感觉最好的。不过呢其他两款的话呢这个翅膀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卡得比较稳，但是冲锋的话呢就是刚刚提过了啊，这个翅膀这个部分呢就成了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硬伤了啊。 Anyway 不管怎么样呢，我必须要说地球崛起系列的三尖头三个家伙呢，这两个组合包呢本来现在就已经很难买到，价格也是非常的高了啊。那当初为什么会很快就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一个 Thundercracker跟这个 Skywarp 那个组合包一下子就绝版了，所以他们这个三尖头这两个出来的时候呢我也很快就把它给买下来。那冲锋的话呢本来也是这种必入的一个
几乎是我一定会收藏，因为你已经收了2个，你不收它很奇怪。但是万万没想到呢，这一次的明明是一个美版的玩具呢，它的一个铺货量啊，却也是这么样的一个稀少啊，所以导致成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啊，就是什么三箭头部队在地球崛起系列里头都不容易买到。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冲锋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武器的话呢，先把它给取下来，然后我们呢，先呢把这两块部件呢往下面挑，然后呢把这个角的话从这个地方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可以看到这里黑色有个凸，对应边这里呢是有个凹的，我们呢是稍微合一下把它给扣上去，然后两腿再把它给分开，当然你也可以两腿分开之后再来扣都是没有问题的，脚掌给做一个打开，然后呢，这个脚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是有稍微看了一下，应该是不需要特别做一个变形了，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再来，我们把这个后面这块部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部件先往上挑，把这个地方往上挑呢，才能够解锁呢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可以打开。这个地方解锁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呢利用这个点把它捏下去之后，把它呢给往后面翻开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地方解开，是无法把这个部分给折出来的。那这个地方折出来之后呢，才能方便我们把手臂呢给做一个外翻。那我们可以先把头部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头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呢给往下面折下去，这个地方往下折，然后呢透过这个地方这个转轴呢旋转180度之后呢往下翻，再从这个地方呢把它往后面折过去，人头的话呢就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往回扣回来。那这个部件往上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三尖头的这个机藏的部分呢藏到身体里头，以及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往前面塞进去，哎，这样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卡住了。再来，我们把这个胳膊的部分呢给往下面翻出来，从这里，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往外翻出去，从这个地方往外翻出去，把手臂呢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把这块部件呢往下面压平，打成一条线，看到上方是有一个凹的，对应边这里是有个凸。这样折叠的把它给扣进去，手臂的话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铆钉嘛，所以是握住这个地方往外做一个翻折，然后整只胳膊翻出来，这块部件向下压平，上面有个洞，那上面有个凸，这样往下面扣进去，拳头呢放到自然的一个下垂位置就可以了。再来就是把这个翅膀这个部分啊，我看了一下，我个人的变法会觉得这样似乎比较好看，但是呢依照说明书的变法呢它应该是往下面做一个翻折，它是往下折下来的。那至于你喜欢哪一个方法呢，这个好吧，其实说明书这样子的方法好像也是没有错了啊。OK,anyway, 你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吧。那么以往啊，我们这种三尖头部队或者是这个 C 哥小队呢，我们都是把这个类似于叫做Starscream 这个奶射线呢是放在两肩上，但是说明书的话呢，最这个递出的话呢，好像对于 Seek 小队跟这个三尖头部队的话呢，好像都是倾向的让他是把这个当成手枪一样来做一个握持啊，这个就看你个人那个偏好啊。那我自己的话呢，还是会比较倾向呢，把它呢跟以前的这个经典的这个造型呢是摆在一块的。那么这一款的一个冲锋变形就完成了啊，立马的呢。请出他的两个同系列的队友啊，立刻呢先给他们来一张三人的合照啊。哎呀，说真的啊，完全没有想到说呢居然有这么难收集完整的三尖头部队，真的是没有说购买难度这么高的啊，当季的新品然后居然要买到的这个困难指数居然是直逼这个4颗星啊，甚至是4.5颗星的难度，确实是比较讨厌一点点。那以人物的人形态来看的话呢，三个我觉得就比较难分谁比较好了啊，因为模具都是一样的。不过呢，我手上这一款冲锋的这个脖子的话呢，非常非常的紧啊，它那个转动呢，我即使就点了点吸油，我还是转不动它啊。那就算了，我也不想强求去转了，就感觉有点恐怖啊。那基本的可动呢，头我就不展示了，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拳头的话无法动，它只能够往上翻，这是变形的需要。拳头中间有个洞啊，这个洞是已经是属于比较老时代的这种拳头里头一个洞了啊。这后面的变形金刚都不同的爪形啊，但是它却保留了这个拳头里的挖洞啊。腰部无法动，裙甲可以掀开。
脚的话前后踢没有问题，但是局限度是稍微大了一点点。侧踢的话呢也没有问题，膝盖可以弯到90度，脚部的话呢也是一个脚踝的一个外扩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整体来说的话呢，玩具的造型呢还是非常经典的。至于它的一个变形爽不爽快，好不好玩，当然好玩啦，因为它是用经典的模具呢下去做，几乎只是稍微放大一点的一个修改而已。那么呢，我在录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包括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地球崛起系列的玩具价格一直都非常的不错，难道是单纯供货少的问题吗？我自己认为啦，主要还是因为呢这一些角色呢是被需要的，是需要被收集的啊。30多年前变形金刚 G1 时代创建的人物形象被人家叫做经典呢，我想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举例来说啊，像在声光刺激更大的电玩世界里头的这个 Final Fantasy VII， 20年过去了，你可能记不住故事，但是呢你一定会记得一些人物啊。有人呢当年玩 PlayStation 的时候呢，他的老婆呢是 Tifa， 20年后呢自己的小孩玩 PlayStation 4的时候呢，老婆也是 Tifa， 能够让两代的人都爱上的角色，这个如果不叫做经典，那什么叫做经典呢？对不对？刚好这个12月份呢，胡夫提社的电子写真集呢，就是用 Final Fantasy VII Remark 的 Tifa 作为主打，不但收录了正装的造型，风叔娘当然也不会错过。而且呢，全部的场景，像是废墟工厂，还有灯光昏暗的酒吧，通通都是实景拍摄。你们爱看的东西呢，基本上内容我也都会把它给收录进去了啊。这是2020年我的最后一本啦，大家都支持一波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